这，过来。朱新仁，你还记得朕为什么选你当尚书房总师傅吗？臣无能，辜负圣恩，万死难当。你的名声朕知道，是以理学家自认。所谓理学家，讲究的是修身，讲究的是做人。臣不孝，共职无方。哼，你听朕说，论学问，论诗词歌赋策论，你不如田师傅；论智巧机变，你更不如田师傅。臣懂，圣上知人之明，无人能比。臣再愚笨，也知道将阿哥们托付给臣是让臣干什么？朕让你总管尚书房，不是让田师傅。是朕知道，学问固然重要，人生天地间，本事固然重要，可是第一件事就是做人。所以，朕还格外的将你指为四阿哥的师傅。皇上。臣已经难知一词。朕虽贵为天子，可是朕也和街市上田野里面的芸芸众生一样，都爱自己的儿子啊。他们虽然是贵为皇子，可是在朕的眼里，他们都是从黄口小儿一个个的慢慢学会走路，慢慢的学会叫朕皇阿玛，慢慢的嘴边长出绒毛，成了小伙子。皇上，请不要再说了，臣心如刀绞。龙生九子，个个不同。朕从私情上来讲，对哪个儿子的爱都是一样的。可是如果朕为江山社稷考虑，为天下百姓想，朕对四阿哥格外的多了一份心。臣懂，臣一直为此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他辜负了朕呐、啊。辜负了朕的一片心，你也辜负了朕，辜负了朕的信任。臣万死，想问皇上，皇上打算如何处置啊？处置？朕还能有什么处置啊？他是犯的国法，朕不想处置他，只是。你看看，臣不能看，臣知道这东西
任何人都不能看。本来朕想托你，在朕千秋万岁之后，打开它，当众宣谕，扶四阿哥登上大宝。现在你看无所谓了，看吧，看完了就撕了它，撕了它。你撕了它。你也不必到上书房了，朕格外开恩，让你原品修治，罚地方官管束，永不续用。皇上，臣不能领旨。你还不服？朕让你原品修治是多大的恩典呢？你还照领俸禄，地方官见了你照样行礼，你还不知足？臣谢皇恩，可是臣有一事未了。四阿哥的为人臣绝对有信心，请皇上先收雷霆之怒。朕的骨肉朕比你心疼，可是他怕是永远圈禁，再不能回上书房了。万岁爷，您慢点。哎，朕好累呀。万岁爷，您就什么也别想了。哎，别的事朕可以不想，朕自己的儿子，居然和刺杀朕的贼有关，朕能不想吗？万岁爷怎么想？朕不相信。可是，天下的事，你不信的事，偏是真的。万岁爷，四阿哥再怎么着也是您的儿子。可是，至少请托礼部的人，是错不了的。万岁爷，四阿哥这孩子，就是太过于恃才傲物。在这事儿上他还真不如三阿哥。三阿哥除了孝顺再想不出什么好来。老辈看儿孙辈，孝顺不是最重要的吗？四阿哥也不是坏孩子，万岁爷您就饶过他吧。朕身为父亲能放过他，可是身为国君就放不过他了。万岁爷，您放过四阿哥吧。放过可以，可是捐禁是少不了的。可是捐禁不是跟坐牢一样吗？不严办不行啊，严刑峻法是立国之本，不处罚他，那如何处置渎职的礼部官员？今天是个女贼来杀朕，明天又不知道谁要造反了。慧茹小姐在。哥，进来吧。
妹妹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见得知道得清楚，反正是四阿哥不好了。有侍卫过来说，四阿哥已经被关在玉清宫他的住处，不让出来。果然是他。哥，还有别的吗？别的就没有了。哥，你今天累了，先歇了吧。迎春，送二爷回去。哎，二爷，四阿哥他不会杀，是不会杀的，可是捐戒他是少不了。捐戒？那不是，那不是。好了好了，这下好了。慧茹，四阿哥可是你诗文唱和的好朋友，他被捐进，你倒高兴起来了，至少先保住了他一条命啊。那倒是，可是他怕回不了上书房了。那个书房有什么？读书哪里不能读？再说师父是我爹，大不了我爹开个私塾把他招进来就是了。我爹要是教不了他，我来教他也可以啊。你看我说了那么多，总之四阿哥没大事，就是好啊。四阿哥回不了上书房还不是大事儿？我不是说了吗，读书哪里不能读啊。这个书房可不只是读书啊。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他本来是储君之位，现在怕是没机会了。当不了皇帝算不得坏事吧，天下赵一生灵，皇帝只有一个，也没见过几个为了当不成皇帝而难受的。如果是捐进，那就等于坐牢，而且要苦过坐牢。是啊，捐进，那就等于天人永隔。我们怕是再也见不到四阿哥了，这倒是个麻烦。所以还要设法。慧茹，我脑子没你那么好使，你先静下来，长出两口气，把你脑子里读的书都倒出来，看看捡不捡得出有什么法子可以用。哎，敦儿，清贵里面可有和四阿哥好也和皇上好的？你先让我们进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哦。慧茹想出了个主意，也许能救四阿哥。嗯。爷，富察家的少爷和小姐来了。他们这么晚过来，叫吧。是。各位，王爷请各位进去。嗯。王爷正在更衣，请各位稍后。嗯。打扰王爷了，免礼吧。奴婢给王爷请安。请安。各位这么晚来，想必是有了办法，请讲吧。王爷，说起来我也懂不了那么多，可是四阿哥摆明了要捐进了，一旦捐进
就再也没有出来的日子了。也是。王爷，其实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一个道理，不知说给皇上听，皇上能不能变通一下？如何变通？如果按国法，四阿哥是要捐禁，其实就是杀头也不算是过分。可是四阿哥是皇上的儿子，赵家法不捐禁也可以，真按家法处置，那就可重可轻。朱家小姐的话真的是醍醐灌顶，让我一下子就醒了。好主意，真的是好主意。这样的话，我明天一早就去见皇上，求皇上。王爷明天一早就要上朝，那我们就先告退了。王爷。救救救救救救！你还笑得出来？哎，四阿哥没事了，我怎么就不能笑啊？他不会捐禁是好事儿，可是我还是笑不出来。你这个泥胎木头菩萨，让你笑出来是再难不过的了。哎，你们一会儿赶紧送我回去吧，我要回家做我的春秋大梦去了。别喂鱼了，来。哎，我家大老爷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来，坐这儿。本来就起不来，这会儿你还熬什么呀？明天不用上书房了。当然要去上书房了。我现在是兴奋的睡不着了。哎，怎么着？你又在为老四担心啊？倒不是为谁担心，他毕竟是你的兄弟啊。我是你爷们儿还是他是你爷们儿？我看你胡说什么你。哼，众人都看好老四，可是你胭脂我就当不了皇帝。你说什么你？这谁给你出的主意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走吧。哎，啊，天师傅，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把您叫过来，来，快请。三阿哥找我有事吗？田师傅，我着急呀。师傅想想，这老四现在摆明是不行了，他都掉井里了，咱们是不是来个落井下石啊？三阿哥着什么急呀？我是想在皇阿玛的心火上再添把柴。皇上现在已经心如刀绞，你还添什么柴？此时一动，不如一静。那我就这么闲着，多好的机会啊！这个时候，倒有一样事可做。啊，田师傅，您快说。六阿哥还小，可是他跟四阿哥是一路的。小归小，谁知道长大以后是老虎还是猫呢？我说，不如两件事并做一件事，干脆把他也弄出去算了。嗯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哎，师傅，您说。咦，哎，愣什么愣？怎么着，没见过我走道啊？赶紧的，跟上。田师傅，您干嘛呢？三阿哥，从今天起，书房的规矩，咱们只能比朱新人当总师傅时候严，不能比他在的时候松。不过，我不会让你读那些没用的什么圣人之道、修身养性的书，我让你读的都是治平育民之书。哈哈，田师傅，您不会再跟我开玩笑吧？
皇上随时都会来上书房。我想三阿哥，您不想让皇上看见您眼前空空、眼中空空、肚里空空吧？吴阿哥，您醒了。哎呦，我的爷，您昨晚没睡好啊？我就没睡，别废话了，赶紧的伺候起来。是，辣椒。哎，爷，今儿都起来了，还吃辣椒啊？今天必得格外的精神。来，辣椒。是。小爷。小祖宗，哎呀，您快点起来行不行啊？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来，得上书房了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您不去书房，您打算去哪儿啊？我就想见我四哥，可是你们就是不让我见。不是不让您见，你也知道那儿有侍卫守着呢，皇上不让见咱就不能见。那咱们就偷着见去，那更不成了。皇上的话那就是旨意，咱们不能抗旨不遵呐。那我就不上书房。小爷，那您可就别怪我了。怎么着？那我可就用强了，您不上书房挨打的是我。哎哎哎哎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你放开我。瞧我这一觉睡的。蓝珠子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赶紧的替我打辫子。哎，洗脸水怎么没打啊？你刚来不知道这规矩。洗脸的水都是现成的。那就快伺候我洗脸吧。你当我脸是锅灶台啊？不使劲不下油，这么使劲。爷，您打奴才吧，奴才错了。我要打你就不说这么多了，利索点，帮我编辫子吧。是。哎，灰姑娘，灰姑娘。哎，老头子啊，今天不用去上书房，你忘了？瞧瞧我！哎呀，你好不容易不用去上书房了，回去睡吧，啊，走。哎，我睡不着啊。你给我几文钱，我去给你们买油炸棍去啊。蓝珠子，怎么了？风眯了眼了？这屋里也没风，你没来由的落点子干嘛？爷，咱今天不用上书房了。我知道，外面都站着侍卫呢，难道我不知道我现在被看守着吗？可是那个书房我不能去了，书我总要读吧。爷，奴才不敢问。你问何妨？爷，咱书房都不能去了，这书读给谁啊？岂有此理。奴才错了。你不是错了，你简直是大错特错。书是给自己读的，难道书房不能去了就不读书了？荒唐。可是爷，你不要说这么多了，你赶紧的替我预备起笔墨纸砚来，也许我要写点心得。是。
六阿哥，请坐吧。老六，怎么着？还没缓过神来呢？我知道你是为了老四难过，你是弟弟，你难受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心里更难受啊。啊，三哥，那咱们干嘛不去求求皇阿玛呢？嗨，求是必定要求的，可是咱们求也没用啊。哎，老六，我要是你啊，我就去救老四。哎，三哥，我怎么才能救四哥啊？老六，你想想，当时是你和老四一起认识的那个女贼吧？三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我知道就是了，我听说的，行了吧？哎，你要是承认了，这事儿里边也有你，这就比如两个人挑担子，两个人挑，他总比一个人轻吧？是吗？三哥，得，甭跟他说这些。屁股帘没摘几天的小孩子能有这么大的胆场啊，甭说那么多。你说谁是屁股帘没摘多久的小孩子？尿炕的毛病好利索了吗？没顺便把尿都带着吧？你看不起我，用不着这么刻薄。三位阿哥，咱们开始上课吧。三哥，这不是你的主意吧？哼，老牛猜对了，这是田师傅的主意。哎，六阿哥，你哪儿去啊？哎，六阿哥，六阿哥，你哪儿去啊？哎，六阿哥，哎，您站住！哎，六阿哥，哎呦，哎。六阿哥，您站住！六阿哥，啊，六阿哥，六阿哥，哎，您站住！那好，云碧啊，就按你的主意去筹划吧。是。六阿哥，哎，让六阿哥，哎，六阿哥，六阿哥。老六，话吗？你们下去吧。这六阿哥，你不是该在书房吗？皇阿玛，儿子是来领罪的，儿子犯了不赦之罪。你什么事啊？儿子在书房外结识民间女子，那民间女子名叫小青，她当然说没见过天子仪仗，天家威仪，所以想在仙农坛祭祀的时候充当贡献之职。儿子就请四哥帮着找人说相，谁知道该女子竟然……儿子死罪，儿子愿受任何处罚，只是除了儿子之外，别人都与此事无涉，不知道内情，皇阿玛法外开恩。好啊，真的好啊，来个顶锅的了。好，朕就成全你。皇上，臣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也不知道六阿哥怎么会突然跑到这儿来了。你不知道，老六懂这个。哼，皇阿玛，这事跟我四哥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如果别人说他的坏话，你可千万别信啊。云碧，朕差点让你骗了，只是你这一下子弄巧成拙了。哎呀，慧茹啊，慧茹，快来吃饭了啊！老头子，啊，别喊了。哎，你别怕我吵，我这种喊他都不来吃饭呢。人家都出去了，吃什么饭呢？走了，
哪儿去了？出去了呗。哎，没听见他雇车叫啊？走着去的，还非得雇车叫啊？哎，你可真糊涂！你知道他要出去，你怎么不拦着他呀？咱们这孩子够疯的，可不能由他到处走啊！哎呀，他能走哪儿去啊？也就是到富察他们家去。哎呦，真是！哎，哎，哎呀，老头子，哎呀，你把饭吃了再去嘛。我先找慧茹吧。老头子，哎，挂好了，差不多了吧？下来吧。行了吗？行。这么说，四阿哥还是被流放了？嗯，我打听了，那个地方是个满营，听说是个苦寒之地，再往外就是毒石口。那里除了住的千把兵丁，再就是马贩子和盗贼了。那个地方种什么都不长，就是有农人在那儿。也就种点番薯勉强糊口，而且白天日晒热，晚上极冷。反正强迫捐进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反正我消息也听完了，也不急了。我弟在外面等着我呢，我先跟他回去了，省得他担心。我家的毛皮好的倒很多，我想缝个大氅送给四阿哥。好啊，那我替四阿哥先谢谢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既然你做皮毛顶好，何不替我也做一件啊？你这个丫头实在是讨厌到了极点，这时候来凑什么趣儿啊？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让你做你做就是了，捡好皮子，好好掉面子，别吝惜啊。慧茹啊，你也太没规矩了，怎么一个人出门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啊？爹，我又没上山打虎，也没下海捕鲛，到这儿来讨点东西，你跟着来干嘛呀？哎，站住！又讨什么东西来了？皮大肠。这春景前再过一阵子就入夏了，你讨皮大肠干什么？他富察家阔吗？这种便宜啊，不占白不占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回家去啊。爹，你来怎么都没雇个车轿啊？真拿你没办法呀。哎呀，等等我呀。哎呦，这哎呀。爹，你带着钱的吗？干嘛？买纸笔呀。家里纸笔也仅够你用的了。哎呀，那我也还要买。没钱。没关系，
钱没带啊？我也有办法。哎，慧茹，慧茹啊，我……大小姐，先生，你随便看看。好了，你不用招呼了，我是来办些纸笔的，笔墨纸砚捡好的，都给我拿一些。有这些东西啊，咱们这儿都有。哦，文房四把是湖笔、灰墨、宣纸、端砚，你这都有吗？小姐好仔细，放心，这些东西小店都有。胡闹，慧茹啊，写字如何要得了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？爹，我还要画画呢。画画？你不是放下好久了吗？我最近还真有些要游戏单亲呢。哦，为什么？哎，伙计，哎，把你店里东西都搬出来，让我细细挑选。好好。钱呢，我们爷俩没带在身上。这样吧，你店里派个人跟着我们到我家里取，怎么样？好好，可以。慧茹啊，我想跟你说，咱们少逛两条街行不行啊？为什么？爹马上就要被发钱回乡了，实在是没有心情逛街了。爹，女儿知道你心里面难受。你知道就好。所以呀，咱们才要多逛两圈嘛，将来到了那个苦寒之地。苦寒之地，这家乡虽然比不上京城，那也不能算是苦寒之地吧。哎哎，爹快过来。哎爹快过来呀。嗯，你看多好看。那个给我看看。可以吗？这个多少钱呢？两文。小叔叔，小叔叔，从皇阿玛那来。老六，害人不浅呢。老六，他怎么了？本来我已经快把皇上说服了，让你在玉清宫闭门思过，可是老六来了，非要替你顶锅。你说说，一个小孩子，他从哪里想来的这么个主意？皇上气坏了，觉得你们居然捧笔勾结。这是没有的事。我当然说是没有的事，可是老六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非要祝你所有的事都是他做的。女贼的前供，礼部官员的亲供，这都是坐实了的事，他来翻案，简直是可笑之至。老六他心性仁厚，他必定也是好意。老四，你才是心性仁厚，老六早不翻案晚不翻案，单单今天上了一趟书房就去翻案。哼，我猜得出来。小叔叔，这里面就别瞎猜了，老六小不懂事，你快去皇阿玛那儿把他叫回来吧。没事了，皇上也是看着老六小，不会怪罪他的。那就好。可是皇上会怪罪你。小叔叔，皇阿玛面前你再替我叫起一次，无论如何。没有了，老四，这回你是免不了要走一趟。不用说，必定是老三和老五挑唆的。老四，他们太歹毒了。王爷，东西都领齐了。是。老四，你这回怕是要苦一些了。皇阿玛让我去哪儿？毒石口。是
视线渐渐恍惚，心里却很清楚，身边灯影依旧，花非花，雾非雾，有谁知情为何物，总叫人含辛茹苦，每出戏剧都会落幕，谁在乎。思念就像尘埃，随着季节飞舞，夜深风停以后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若不能朝朝暮暮，又何必铭心刻骨，倒不如把这段过程当作领悟。我是清晨一滴雨露，也许一生清澈短促，和你相遇是种幸福，为何偏偏让我想哭。我是清晨一滴雨露，我愿化作一滴泪珠，落在你心中变成美丽音符，是我的最好归宿。随风飞舞，思念就像尘埃，随着季飞舞，夜深风静以后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若不能朝朝暮暮，又何必铭心刻骨，倒不如把这段过程当作领悟。我是清晨一滴雨露，也许一生清澈短促，和你相遇是种幸福，为何偏偏让我想哭。我是清晨一滴雨露，我愿化